美岛首府台湾前山环境，六本亚山的动物一直安心孤身受灾。三秒山那计划受险人吴建书，十五年前就开始同朋友买前山的土地，韩国唔做任何开发利用，也包括街头庙里烟、公馆乡、北河村又加买一只新的店，北河烟区同先前三秒山那唔公开无共用。北河烟区主头泰鲁顺，韩国北河村也搭配年菜做大摊空的蔬菜，和刘丹一道围着九年代三廿年的发通，和请的路矿工作工时，土丹他个行了土壤，了解当天人文产业，那我们透过出价消费，希望做得带通菜地的经济，韩国本千山农业，天天的转向友善农业，共同味道野生动物，打造友善生态环境。顺年弯弯嘅山路哥很熟悉，唐独江嘅景象。下面有个洞，有没有？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是动物在使用的一个动物通道，一个受径啊。然后他们到这里之后呢，很明显的就往下面切下去嘛。新红这个位所开始按次通去上机。那我们也很好奇，我们买的这个耕地上面、农地上面呢，会有哪一些动物是现在有在使用它、有在经过它？两位很善良善啦，提球好提，是同翕相机，是的俩翕到动物中送鸟。食人猛会怕冷，所以现在不容易看到，但是我们很容易看到什么？这里，这上面都是它的脚印哦，像这个脚印呢就很清楚。为了照顾台湾前三个生态环境，吴建树老弟街头朋友十五年前开始的庙里卖前三个土地。五年前自家赶快做出台湾个柳苗山那，老街坊安度山苗山那，不过山那都一切都就各种开发，天黑日死日死停停的卖，从因保护妈妈多，介绍是入是地的保安林天独家私入体外卖，生态都丰富，所以就老弟卖下来。本来国家就保护的不错，那加上我们一起来保护这些私有的土地嘛，它就可以变成是一种加成的效果。虽然我们买的是一个芝麻啦，可是这个芝麻会是一个好的芝麻，变成一个珍珠。卖了铁杂食材给地个方，维持天然，是否都会本身生动物，如何安心过生个道？比较原始的东西，那些动物们会更喜爱，因为没有干扰嘛，让它回归自然，然后可以有更多更良好的栖地，让它们可以繁衍后代。慢慢的走了两天，吴建树发现，台湾会安用做个烟从烟毛增加一度，手指尾就到生态下毛暗敏感的蔬菜，爬走的肉第三重叶也是提供从这个方式来进行。广大是办民主，也是来参加三鸟三那个票据，希望为下很多动物来关心生态环境。很多人来跟我们联系，希望捐钱给我们支持我们来做三毛摄影的计划嘛。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可以带领着台湾社会一起来做环境保护的事情。不过最尾几多个铁唔接受经济户，系土壤大家强下来买推翻嘅生态气体，韩国微腹肌，所以后来就博个来侵土体。它不止好找，我们还有一个想法是，未来这边有没有可能变成一个环教基地？它的整个生态环境还不错，但是不能很好。为什么说不能很好？很好的地方我就不愿意公开。最美先听公馆乡北后村两台路顺一万日千平改善呐。而对面这边有以前北儿分校留下来的校址基地哦，后来延续下来这样的一个建筑，对我们来说，这样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场域。吴建树喊第三度，我们利用台磁同摄像机，摄到东头三柱、九鹅、海鹅两条，也摄到一条十三鸟。我们拍到的时候其实很开心，那也有点担心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这里其实离道路太近，我们预计在我们园区这边做动物围篱，让我们园区的野生动物，它可以透过下面的溪流，这样当一个通道呢，接到下面的河流。
三羊三那日都是破体，如海温金属老几个天柱，其家出现卖力也唔会打通路供应地，看看白红软体两片，温金属希望建立一个新的方式，突然认同会保护生态环境的人，向下来参加，让大家每一个人出20000块，这20000块呢，他可以得到北河园区10坪土地的持分。我们以前都是自己的那个，有点像伙伴啊，然后认识老师比较久的，然后才会在这条环境永续环保的路线这样子走下去。可是我们希望更多人来进来啊，可以影响到社会上更多的人啊。在这个过程中，都有看到老师他的那个浪漫的行动跟努力。那其实在这个过程，你自然这样的看到啦，学习啊。其实那个都一直内化在自己的内心。我们家有认购呢，就是我儿子罗耀敏，我女儿，还有我，我们就一起认过，因为我们的想法就是可以保护这个土地。买山那里保护山鸟，背后燃起五等奖生态好，历史缤纷也动精彩。108年12月的三猫森林学校北河分校的森林日，我们今天呢主要的题目是三猫森林这一边的梅香探秘。最早这个地方是南河国民学校的北河分校，这个是58年以后，这才盖起来的，这个是大东山矿业的办公室。70岁的曹志英是北河村人，17岁就去打探矿。唐林几个解说，提家上地，原来两位是空气。空口就在这是前面暗暗的地方，现在是看不到海。我待会我会带大家过去看一下。哎，那个地方有流水出来的，那个就是空口。那个、出水的地方就是原来的那个空口。然后坑口的位置已经塌掉了吗？它都塌掉了。五大岩的露水透过岩山入落空窗，就在田间土里。白河村的历史出墙的面条前，就在高本大家看到。这个呢，是它西本坑的通风口。大东山煤矿的吗？对对的，空口是在那边。它这个地方做个护空，护空就专门是通风用的。这里有放一个大型的风车，是，好久。那时候外面做啊，89年大概5-6千块一个月，矿工呢一个月差不多有20000多。哇，台球啊三把杆，石球啊3把杆是不长时嘞，不一样用广告的呢，暗讲哎，啊，不卡苦咩，为了赚钱啊，因为做。石石还没做，柴台还没做，做风控，给抢修的地方，全部都又多了。分局吗？对对，就是在这边分局过了，才卡车再出去。这一段是以前的矿区的这个铁轨。铁轨？还有铁轨吗？很重哦。来，这边有它的那个斜坡的空道。哇哦！好像防空道吧。哦，好斜哦！现在目前还可以看得到的是，它有2条那个铁管，是，一条是那个空压机有没有哈？嗯，打气进去的，一支铁管是他们抽水用的。是，看到两条空窗和流下来的东西，大家就哈，你都恰好，还那是看到因为外滩。是它这个岩石拢要挡水呢，对啊对啊，哎，都有水，拢会挡挡嘿。可能是凝露的作用吧。这边是煤，这里是石块，再上去一点点，又是一层薄薄的煤层。你看这个煤层就有超过12了。对，这个就有开采的价值。这个，今天是唯一第一次遇到是在地人带领着我们走，然后看在地的事情，在地的故事这样。一下矿坑口的时候，就是有看到它的通风口，放炸药的地方。那再下去的话，就是有一个很深的坑道口。就是没有想到它在坑道口的附近就还存有煤矿这样。它如果只有自然没有人文的话，当然好像缺少了一点，因为在地有很多东西，现在我们知道，原来矿坑里面是长得是这个样子。两位是送去探矿的车行，是就八国的工人在那做事。
个炭矿的煮焊有冇哈？落炭的啦，石头出来的煮焊下去，个分开了一个茶焊的有冇哈？分坑就对了，个按了卡大，两的哈，两只空的哈下去。300米，5卡达，5卡达有还有个反弹下去，总还有7个卡达。民国70年，某位恐怖后也无人落去嘞，三那就翻台词人嘞，变做热身同佛的天童。这个啊，就很明显的是猪啊，用它的这个吻部拱出来的痕迹，因为它要吃下面一些根啊什么的哈。那刚刚上来的时候，地上也有山猪，那沿路。过来的时候有看到很多的鸟，觉得希望还是不要过度的开发。五金树林会两位董事下发展金温体验老环境工作，三下来为动用内同个去调查，为种温室老让小老给留下给留，另外也希望出地采提消费来带动采提的经济。你这红枣种在哪里？自己的还是跟人家？哦，自己种的哟。这是今年收的吗？还是？两位是空管向街去，五谷用神挑个石抽，五斤熟了几个盘，大枣树生起卖，三鸟三拿好高，三拿一个冻竹村老茶会个石菜。都在地的，然后就阿婆他们自己种的嘛。对我来讲，80岁了还在自食其力的工作，我们看得很感动啊，也应该。这什么东西？哎，菜头去抓来拍的。好。啊，那边生查甫，我都爱吃这种的。会跟那个店家聊天呐、啊，跟那个阿婆啊聊天，就会觉得很好玩。然后他都会讲一些比较我们没有听过的东西。也就都是公个人才提升境界，唔系人人理解。大部分买也希望来提升对环境入山的观念。那当我们有足够的消费力的时候，我们希望有机会来跟在地的这些农友做讨论，希望他们开始除了经济活络嘛，把整个农作的方式转型，推动到比较环境友善的农作。我们在这边通通都是客家的，我们真正的客家。黑木耳，老板，你们这黑木耳种在哪里？种我们自己的田里啊。在北河吗？北河啊，就在前面100公尺。苗栗县公馆乡呢，最偏远也最大的一个村子叫北河村，整个村子幅员很广阔，但是人口不多，让在地的农友呢，他们可以在这边好好的生活，好好的生产。这个呢是。我们称为山猫森林这个区域生产的红茶，头屋的红茶。还有个茶会，唔单只有头屋嘅风茶，还有公馆嘅风俗，通路嘅红酒，琼下竹嘅风俗叫花茶，景点茶，景糖果，一套轮嚟，南北地背后人气，做点用嘅类发展。就嚟三鸟山那计划，从外州嘅字体，也看到家乡发展嘅希望。上网看到嘅，系呢。吴金树老师，哦，给发起安尼发通，真紧就下意识啊，就是马上就跟他们联系了。N 亚 P 诶，后生人会负责的，会天数的一件事情，我就会留 N 在 T 的 T 色，今后的地方，好把它发展出来。吴金树讲：“三幺三那计划是一个十年新的做法，背后人起个投入起计划，已经总有钱也买好田嘞。就大家支持，记得要动用感慨高兴念，继续做有意义的事情。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走另外一条新的路线，环境信托的这一块部分，我们要成立基金会来买地，或者去协助大家永久的让那土地可以实现它对环境友善。”保护生态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志愿。全年之谷麦田的树谷推翻生态气体，三鸟在哪地方？希望对推翻亚的土地改文化老环境，为如何的大量老让熊，留不下一腿老让些土文，只等怎个在哪？